你现在就去首尔市区的图书馆数数看，它有几个阶梯，有几个窗户，还有书库里的书到底有多少。不要去想它，不要去想它。哎呦，我竟然对那种傻瓜。这是什么？惠祥，运用院正在崩塌，他却把院长爸爸和我关在办公室。请惠祥，我一定会找到你。本来还担心你拒绝我怎么办，可见对我有好感吧。那家伙从一开始就觉得很可疑。江湾后会长现在正在前往医院的路上，您必须要回到医院去。这其中一定有什么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东森戏剧台，我的女儿秦四月。